开枪！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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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！不好了，月亮不见了！月亮，快停车！月亮，月亮，月亮不见了！别找我，月亮在那儿呢！大潘，在那儿！干什么？放心吧，日本鬼子不敢打进来了。
在租界外面就停下来了。太好了！哎呀，没事就好了啊！哎，行了，咱们收队吧啊！弟妹啊，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就打电话到巡捕房找我，我肯定过来帮你们啊！这你看这，二四，你不用数了，十个我都跟你数好了。啊，对，十个。嘿，老规矩，50一个人，500就够了。大哥，你疯了吧？500块钱呢？你明明是来我家避难，来躲日本鬼子的嘛，反而问我们要钱，不是？怎么说话呢？谁说我们是来避难的？你们家一楼出事儿，哪次不是我带人来帮你们的？你还是我表哥吗？每次来又吃又喝又拿的，不是？这你这么多人，500块钱，不，你干什么？像话吗？行了，表哥，这样啊，这点钱啊，拿去给兄弟们买点烟抽。抽死你！还亲戚，一提钱你就翻脸。走了，表哥有空常来啊。你怎么把我零花钱给他了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可以吃好几顿冰激凌呢。哟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外面情况？现在满大街全是难民，但没看见日本鬼子打进来。那其他几间银楼怎么样啊？大马路那间银楼已经被难民抢得七七八八了。其他那几间就没事，那伙计们呢？都没事吧？唐老板放心，人都没事。哦，那就好。喂，月亮不见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唐老板，在我刚刚回来的路上，看见月亮一个人去了圣约翰医院。就是这婴儿的妈妈，所以来医院找他。爸，爸，月亮，月亮，爸，把孩子还给我，把孩子还给我，月亮，我求求你了，爸，把孩子还给我。爸，估计要把他给丢掉，爸就把他送到孤儿院去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不不不，送他去孤儿院，不送他去孤儿院。没事了，乖，没事了。月亮，刚才院长不是已经说了吗？整个医院没有一个叫陈小燕的，你就听你爸爸的，行吗？哥，上楼，上楼。月亮，有没有人叫陈小燕？你又上去干什么？有人叫陈小燕的吗？有人丢孩子吗？有人叫陈小燕的应一声。有人叫陈小燕的吗？请问这个屋有没有叫陈小燕的？有没有人叫陈小燕？吱一声。谁是陈小燕？陈小燕，有个应声。我是陈小燕。这是不是你的孩子？你看看，宝贝，当心点儿。儿子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谢谢你们，我谢谢你们。你说你怎么会把孩子扔大街上呢？我一个女人，带着孩子来到租界避难的。谁知道一个礼拜不到，孩子就被人拐了。我托了好多关系，想了很多办法，就是找不到儿子。我把所有首饰都卖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也别这么想，或许你托的那些人不全都是骗你的。现在租界太乱了，他们可能也自身难保，才把你孩子丢街上的。以后看好孩子吧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。
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母子两个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不用谢。原来我丈夫没了，儿子再没了，我活在这个世上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是你们救了我儿子，你们救的不只是我儿子一条人命，你们救的是我跟孩子两条人命。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没关系。